拜见少君是刚刚收到的。奴婢不知道怎么处置，交给少君。封信还有谁见过？刚才奴婢在送信途中遇到赤素和陆羽两位师姐。叶花女。是。大师姐，大师姐，刚才小君收到鸿飞的信，你在地宫快马出了去了。什么话？小君他出了去了。启禀大人，刚才是一男一女快马出了地宫。他是铺琴，他成日都跟着独孤城，他们终于出城了。好了，现在到我们入城了。杨叔，你身为前廷命官，应该为皇上效力，但是你结党营私，屠杀异己，自设地宫，分裂暗人，徒为威鬼。皇上念你曾经为朝廷出力，特赐你独酒一杯，送你上路。杨素，仲快啲领旨谢恩。人呢？快啲同我捉住佢。你哋龙座，我同你哋讲嘢啦。福公公，司空大人，老奴行礼。福公公同杨素使咩咁客气呢？一直都多得公公喺宫度打点，素边度有咁安稳嘅日子？今日为咗我呢啲家事，要公公行一次，我真系有啲过意唔去。
都要等你好耐啦。辭職，少君你早知道嘅，咁点解仲俾假信呃出嚟啊？如果我唔系咁样做，佢哋又点会放心行动？搞，呀，唔好嘈啦，唔好嘈啦！呢啲箭炉咧，乜嘢都好，就系太嘈。下次咧，我练箭炉嘅时候，应该整哑佢哋先。任少君，里边到底系啲乜嘢嚟噶？搞都搞唔喐嘅。你话咪浸一浸咪知啦！我真系唔想做箭炉啊！诶，搞啊，搞啦！咩事？殷世师，发生咩事？有人带兵嚟攻地宫，就嚟攻入嚟啦！吓，好，你哋翻出去先，我而家去将箭炉放出嚟。箭炉咪仲未面好嘅咩？哎呀，而家情况危急，唔理得咁多噶啦，要佢哋挡一挡先。攻击手！我同佢哋帮过。哎，唔系咁傻，我而家唔系送死嘅时候，快走！闪开！开咗啦！哎，快啲，快啲，哎，快！哎，我哋入咗地道，安全好多啦，你哋可以放心。我谂紧，官兵点解要封地下宫呢？我哋都是师兄大人的人嚟，边个敢你师兄大人？我觉得奇怪。我都觉得奇，除了皇上，就冇人敢惹师兄大人嘅。唔通系皇上派人嚟封嘅？如果是皇上派人嚟嘅话，咁主公肯定出事。咁阿爹嘅说话你一直都听唔入耳，我早就讲过，玩弄权术同谋略，你根本仲未够资格。我仲警戒过你，千祈唔好随便结识啲猪朋狗友，嗰啲人唔会帮你，只会害你。走，凡人好反省下。傅公公，我哋继续听歌睇。等阵，师兄大人，呢次老奴嚟真系有差事，等老奴将差事办完，再同大人听曲都未迟。圣旨下。奉天承运。皇帝诏曰：礼部尚书杨元锦擅动御林军，弹劾亲父，居心叵测，为不忠不孝之恶徒，特赐御酒一壶，自行了断，钦此。杨大人，接旨啦！我唔知。杨大人，皇上唔系咁样同我讲噶。杨大人，知迟啦，佢唔会要我死啊！阿爹，阿爹，孩儿知错啦，阿爹，求你救孩儿啊！阿爹，师兄大人，呢啲系皇上嘅一番苦心，
好似佢想杀亲父嘅逆子，刘番始终都系个祸嚟嘅。阿爹，杨大人自行了断罢啦。爹，杨大人，你就忍啦。你啲系万岁嘅旨意，了断罢啦。杨大人，忍啦。爹，你做咩？我系你嘅儿子嚟噶，爹。你今日再教你一件事，想做大事就心喺手辣，酒始终要人饮嘅。爹，我就请福公公享用。啊，系啊，你我今日是阴世思念的战奴，是阴世思念的战奴，不是刀枪不入的咩？点解都会死的？少君，你过嚟睇下。佢咪就係少主嘅副将梁鹏。就係佢啦。就係佢带兵嚟杀我哋㗎啦。咁唔通嚟消灭地宫嘅人係少主。开门。阿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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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爷知错啦，你宽恕阿爷，阿爷以后都唔敢噶啦。一日都系江良鹏，系佢居心叵测，阿爷一时糊涂，一时糊涂噶咋？你真系一时糊涂咩？高头望住我，你逼我饮毒酒嘅神爷去咗边度啊？我高头望住我，如
直宠爱你，你要咩我都俾咩。你做乜嘢唔满意？点解要出卖我？点解要杀我？袁锦，你靠你阿爹我，你有今日嘅荣华富贵，全部都系你阿爹赐俾你嘅。我在生，你乜嘢都有；我死咗，你乜嘢都冇。杀咗我，等于为咗你自己命命。我唔明，我唔明啊，就系唔明。而家你话俾我听，我要点样做？点样做？你咪杀咗我啦！我而家落喺你手度，你想点样做就点样做。横掂我都系个废物嚟，你唔需要为咗我违抗圣旨，讲咩重啊？咩都为咗我好，唔系你杀咗我娘亲，令我孤苦伶仃，我又点会变成而家咁样啊？我想要好好读书，但我读得好嘅时候，你又赞过我咩？我读得唔好嘅时候，你又鼓励过我咩？你净系识得俾钱我。由细到大，你有边次陪嗰个过生日噶？有边次啊？杀咗我！而家你就杀咗我！等我落到下面同娘亲见面，杀咗我啊！等你又想绝子绝孙啊！少主手下大兵攻入地宫，圣爷，义父你一生叱咤风云，权倾一世，到头嚟就得翻冇人送终养老嘅地步，咁系咪就系所谓嘅报应？义父仲有诚意，圣爷吩咐备马，我要面圣，唔可以俾佢死喺我面前嘅。系。司徒大人，我禀告先，唔好乱嚟啊！杨大人，过来。美神杨素参见皇上。杨爱卿有咩事啊？啊，快啲同杨爱卿赐座。皇上，请赐美神死罪。娘亲，娘亲，少主，吃饭啦。就算是死囚，临死之前都有鱼有肉啊！堂堂一个师兄府，咩时候变到咁寒酸啊？我唔食呢啲咁嘅嘢，我要食鸡汤烩面，叫厨房同我整啊！最自由啊！我儿杨元锦听信我门下食客梁鹏嘅挑拨，做出大逆不道嘅事，
所谓养不教，父之过。臣恳请陛下赦微臣管教不严嘅罪。好啦，外兄唔使太过自责嘅，就唔知所以会咁做，都系为你着想啫。幕后嘅罪魁祸首梁鹏已经被正法，嗰个先至系真正包藏祸心、以下犯上嘅人。人呢？抬走，抬走！小儿原敢入世未深，但罪不至死，恳请皇上从轻发落，杨素一定对小儿严加管教。就唔系赐咗毒咒咩？你儿子点解仲未死？传旨太监咧，福公公，福公公，福公公已经死咗。好一个为亲生儿子赴汤蹈火的慈父，但是你知不知道，你儿子在朕的面前讲过的说话，朕足可以治你死罪。微臣对皇上是忠心不二，但是你儿子讲得有头有尾，好像真的一样。难道皇上真的怀疑杨素对皇上有疑心？杨素，你背住朕做嗰啲事，你自己系最清楚，朕都好清楚。如果朕真系自己罪上嚟，死嘅恐怕就唔知系你儿子一个。好，咁就请皇上即刻下旨斩咗杨素啦！我斩。哎呀，哎呀，睇下你哋两个啊，君臣都做咗十几年啦。点解闹起交嚟，仲好似细路仔咁噶？师兄大人，你咁远嚟到，一定好攰噶啦。不如你去休息一下先，件事我哋迟啲再倾啊。司空大人，你都要体谅皇上的心情。而家天下反贼四起，皇上难免有啲草木皆兵。请娘娘转告皇上，我杨素对皇上一心一意，专无二心。说话系咁样讲，不过只要皇上收回成命，微臣辞官归隐。又唔使咁做。只要回去封了个地宫，将你那些暗人都解散了，我相信皇上一定认为你绝无二心。好，我回去即刻封了地宫，将所有暗人即刻遣散。那真的太好了。司空大人一世英明，估唔到会毁喺自己儿子手上，又难怪嘅。成日忙住睇奏章，连兵部大小事务都要你嚟管，的确系太辛苦啦。司空大人，不如咁样啦，我推荐几个人嚟帮大人，咁大人就有时间翻屋企管教个仔啦。你话好嘛？就多谢娘娘啦，司空大人，你真系好爽快。你放心啦，令郎嘅事就包喺我身上。大师姐，你哋几个一齐过嚟帮手。做呢啲有咩意思？地宫毁咗，我哋呢啲暗人
恐怕要散啦。边个话地宫要散嘅？系二师姐讲噶。我只系推测，主公今次面见圣上嘅结果，想要保住少主嘅话，牺牲在所难免，地宫首当其冲。暗人听命行事，唔需要谂咁多，全部过嚟帮手。少君。少君，地宫真的要散吗？我不知道。如果地宫真的会散，我会一直跟随着你。少君不离开地宫，好琴这一世都不会离开地宫。少君。找到了。哎呀，发生咁大件事，差点唔记得解药啲事添。药仲够吗？够。而家死咗咁多人，咁呢啲解药足够你几个人食一年噶啦。但系如果红辉翻唔到嚟嘅，恐怕会好麻烦。独孤少爷，主公要见你啊！阴世师，我哋身上呢度一定有跟随嘅解药嘅。到时候地宫真系要散嘅，你冇忘记交解药俾我哋。如果唔系，吩咐你的手下留意家器，要小心谨慎，不要抛头露面。咁仲即系奇异之计，若有机会，我就会再重整旗鼓。你杀咗我啦！我而家落喺你手度，你想点样做就点样做。华鼎君系废物嚟噶啦，你唔需要为咗我违抗圣旨啊！
讲咩宠爱，讲咩都系为咗我好。唔系你杀咗我娘亲，令到我孤苦伶仃，我哋点会变成依家咁样啊？吓！人嚟，来，即刻同我备车，要细杀。系。快就迫不及待，咁都好，咁都好，行啦。你现在打算带我去哪里？去到你自然就会知道。早晨啊！我啱啱去过西边嚟，你估我发现咗啲乜嘢？我发现咗一个清泉啊！一阵间我带你睇下啊！我想落山。落山？你讲得啱。如果要过平常人嘅生活，就唔应该拒人千里之外。你真系同意我咁样讲？我想再见识多啲嘢，再去多啲地方，咁都总算冇遗憾。好啊，我哋而家去啊，行啦，嗯。阿弥陀佛，师兄大人，十年冇见，贫你有礼。十年啊，时间过得好快。今日我嚟系嚟求你帮我。贫你身在方外，远离红尘，师兄大人嘅事，贫你恐怕帮唔到手啦，大人。你找错人了。我不会找错的，这件事我已经乱了阵脚，只有来求你了。
你嘅事我唔想听，亦都唔想理。唔系我，系你嘅亲生儿子袁锦。咩话？袁锦竟然向玉帝告密出卖我，仲要攞我嘅命，但系佢唔知道政治系阴险，以为可以接替我位置，但谂唔到俾玉帝赐饮毒咒。你杀咗佢？杀佢？我可以杀佢，就唔会嚟求你。而家佢同我反目成仇，佢唔认我呢个爹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夫人，唔好咁样称呼我。你呢个世人未积过德，我当年出家就系见你罪孽深重，我知道你实有报应，为咗唔想儿子受到牵连，我甚至为你哋出门修行、念佛赎罪。但系而家睇你呢几年，我食斋念佛，都好难抵消你嘅业力。最可惜嘅系，报应竟然报喺我哋儿子嘅身上。袁锦佢，袁锦佢点会变成咁样？其实你唔知道，袁锦最崇拜佢阿爹，佢由细就以你为荣，佢学你嘅举动，但系你有关心过佢咩？你有教导过佢咩？有，我当然有。你脚踏天地，手撑青天，你扫除所有嘅敌人，你以为你嘅仔就可以安安乐乐过下一世啦咩？其实你知道吗？咁就系佢真正痛苦嘅根源。如果我有办法嘅，会嚟揾你咩？我帮到你啲乜嘢？帮我劝佢，劝佢唔好同我作对。佢所做嘅事，我都可以原谅。我只系得佢一个仔。袁锦师父在前，你师子在后，只怕你哋父子冤冤相报，永远都唔会停止。袁锦佢都系你嘅仔，今次你唔可以唔理。佢而家喺边度？就喺呢度。有冇人喺度啊？住店噶，有冇人啊？真系奇怪，你等等啊，我入去睇下。啊 ，Joe，Joe， 哎，有冇人啊 ？Joe， 奇怪啦，连一个鬼影都冇喎，点解会有咁嘅客栈噶？就算冇客人啊，都应该有个掌柜喺度啊。奇怪，唔知道发生咩事咧？算啦，初晨，我睇呢度唔安全啦，我哋都系走啦。既来之则安之。哇！呢度真系一个怪地方啊，一个人都冇嘅，但系周围都井井有条。诶，会唔会系鬼屋啊？一切都系幻象。唔系真噶，呢度啲嘢都有干干净净。如果系鬼屋，早就残晒啦。嗯，诶，系啦，我带啲马去食草先，你等我一阵啊，吓。好。
走走。哎，现成的干草喎，来过来，来来过来，好。你哋两个好有口福啊，但系我同初晨就唔见得有口福啦，系咪？怎么样啊？我请你。哎，等阵，知我咩嚟噶？你哋喺边度嚟噶？我哋都想问你哋喺边度嚟噶？都是我们的钱，你还要谢恩添，哼！哎，出神。